万能凉拌汁，拌什么都好吃。今天拌个莲藕，那你喜欢凉拌汁还是藕呢？路边跟阿婆买的莲藕，外土内亮，削皮洗净，锅中放水，加一勺白醋，小火慢煮半小时。趁这个时间倒点大蒜和小米辣，手指轻轻一按，轻松搞定。碗中放白芝麻、辣椒片、辣椒面、花椒粉、葱花，刚搅的蒜蓉和小米辣淋上滚油，再放生抽、陈醋、香油、盐、糖，搅拌均匀备孕。取出莲藕，过凉开水，切成薄片，淋上料汁，右手温柔抓拌均匀，酸辣脆爽，